其实还没有结婚啦，就是被求婚。为什么求婚要爬山爬那么远？因为真的很累哎。因为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很长，对于我来说，我觉得生活没有太大的变化。我觉得这是我活到现在最高调的一段时间，连去餐厅吃饭啊，或者是在路上遇到陌生人，也都会就是看到我就说跟我说恭喜，然后到最后我就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。我觉得还好的是，我们两个都算是蛮喜欢这种低调生活的，所以对我们来说不会觉得很辛苦，反而我们就多了研发出很多属于我们两个的生活形式。求完婚，然后就经过就是过年嘛，回家拜年的时候就会感觉到那个身份不一样，大家就会开始对我们的未来有很多不同的期待，就会问说什么时候办婚礼啊，然后什么时候要登记啊，什么时候想生小孩啊等等，就是这些问题是以前不会被问到的。你们今天不会再问我了吧？应该还是要吧。可以再问一下婚礼想要什么？我们真的有稍稍讨论一下，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，所以都没有办法真正的定下来。但是如果说不考虑这些该考虑的事情的话，其实我们就会很想要办得很像南法风，不太想要走那种很传统，就是办桌啊，一桌坐十个人啊，然后敬酒那种，会想要把它办得比较跟大自然接触吧，像 party 一样。开始新婚生活也没有啦，就是还是有彼此的家。那看改口称为老师，目前还没改口哎，感觉这件事也不用那么刻意吧。那你都叫他什么？就叫他名字啊。差不多了。指名道姓叫他。